风景呢，我们前几名呢，为我们慈悲开始。念传师准，各位先生准坐下。好，请坐下。亲爱的洪副先生，我们洪远老师、曾老师、蔡平老师，各位里正、副里正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堂主、各位亲爱的前辈，大家早上好！天官师早上好！忘了拍手，干嘛拍手？非常开心啊！或许有这个机会回来我们爱享的中心佛堂。因为咱有人去山东挂布，啊，咱讲普通话，所以三句就无离开这个普通话，但是尽量讲台语啦。哦，讲那讲普通话你听无？讲伊啊，听无了先。讲伊啊，讲听无？讲伊啊。哦，那哦，后壁坐后壁上无了先，咱迄个黄伟宏认真去了先。咱只能讲迄个台语嘛，因为台语蛮好嘛。啊，所以讲今仔日留下来，先好先票，多点来咱爱上的中心佛堂，来甲咱各位姐姐弟弟，阿妈等等来开始做个学习。那么今日这个机会，咱来感谢下。感谢咱监管那个头家，对不？咱的当时有嘛？咱的上天那么灵，那么那么灵干的，其实啊，咱这世人短短几十年当中呢，要当做朋友，还是要当见面讲话的机会，像咱今仔日这种这么重要的这个发挥呢，还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凡事一定要来感恩，感恩天主爷，感恩咱师尊师父，感恩咱的菩萨真人，还佫感恩咱的比丘大菩萨，啥物啊？丹前。丹前的啊，咱袂记真呢？丹前哦。咱佫爱感恩咱即马带伫咱游行的个啥物啊？咱的老家长。周建林，啊，周建林，我来爱搞文山，富建林，徛伫遮讲话，富建林，有钱人真好，有富钱人更好，所以出问题啊，讲一边赚钱搞定啦，富钱人他都跟你完全都包办了，当然，这下面就是讲吼，咱今仔日当一家。会当平安顺心修道，啊来听经闻法，会当来达到人生建设，最后找到家己一条解脱的路。这拢爱感谢咱过去足济诸菩萨，足济仙人，足济前辈者，一路来一步一步把这条路铺好势。那么除了感谢咱的前人以外，感谢咱别位领导同事，咱的领导、副领导、组长，啊，甲各位咱的前人来宾，咱的老菩萨。所以概括一句话就是两字，叫做感恩。一个人一定爱知影什么叫做感恩，
咱是听你讲，讲食果子来个啦。快树头，树头，树树高吼。啊，饮水呢，爱水源对不对？哦，咱迄个因缘归对来吼，我们一定要思维很清楚。啊，咱都知咱是爸爸妈妈生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生，阿公阿妈是哪做？哦，因生嘛代代相传。咱拢去认定讲，咱一世人当中，咱即个啥大片的这个因缘。但是咱拄只福建人讲，除了大片因缘，还有一个什么因缘？灵性。那是灵性的因缘。那么灵性因缘对啦？好不了，好不了。灵性因缘对啦？上天了，不了。归天啦。所以会生你囝的心，但是未生你囝的心。那个心就是咱每一年已经为本主辅助的不行。那么咱个咱的父母兄弟有缘，所以很重要。该做兄弟，不能该做阿婆做弟弟。今仔日咱大家做表亲，这拢是外在一切因缘的辅助。但是这因缘的辅助当中说，最后咱一定爱回归到咱的本源。所以贵己的如菩萨，甘天不离心，说法不离心。哦，咱今日来去讲，我们人怕天啊，无离开啥？对啊。无离开迄个怕天迄个点啊。你若离开迄个点，你天啊怕离心。甘天啊，无去心性上，就去下功夫，拢讲去外道。啊，说法啊，无去心性，就去下功夫，叫做心。一个人心愈强。以自我以前都各位别想什么，我执我见，好，不但是阿妈个阿妈个座位吼，个性也修养出来了，天天那么听着那个社会价值天天讲讲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环境嘛，啊，为啥环境？你个想法嘛，你跟恁太太结婚，跟先生结婚，拢是海枯石烂，山崩马死，哦，还搞这个成天，对不对？啊，为啥中路当中会发生遐尼侪即个无应该有诶，咱无去预算会着诶状况，迄就是咱诶心。所以咱加想到爱去认识家己，爱去认识着讲，咱到底来到即个世间，在呼吸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在生活诶娱乐之中，所为何来？所以今天以后是，你甲各位一个有两个题目，叫做用真相看世界。那我好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除非遐人呀，请你记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对对。来阿伯，来阿伯，听下我讲啦，大家看你卖掉。除非遐嘛正了话，还拢卖掉。哎呦！刚无人，唔捌迄个孙贵兄，拢捌。孙贵左掉。拢捌，唔捌伊阿叔。好。拢捌，我捌。那你问孙贵兄一个问题，今日啥物班？正常班。正常班，是不是正常班？是。啊，大姨阿婆。正班。啊，好笑。正班。正常班。正常啊。正常班。是不是今日班正常？嘿，正常。啊，除非呀，赞嘛！哦哦哦哦哦！咱请大家手举，手举，双手借给我，你爱讲借给你哦，来，双手借给我，借给你，拍一下，然后向我们准备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老师还没有讲完，还没有动作，拍一下之后呢，然后向我们的准备兄说一声赞，好不好？好，双手借给我。借给你，爱的一下，赞，好，准备要下去，下去。阿弟，或许哈，算是一个很念旧的人。或许，车顶有放一条那个一汽车的烟啊。这条是菜根啊，对好是足够，但是过去买迄个根啊，拢用无啥会歹。大概若洗车去切的时候，我拢开掉，无用第二条。
啊，各位有想讲奇怪啊，或许那也是一条筋啊去受伤，啊，不是一条手筋来刮。一条手筋啊吼，是啥物人伤好势，你敢知？啊？不是出轨啊！讲起来，不是那个出轨啊！一条手筋啊，就是伫咱强压里，同时在花莲开拓动物当中。哦。那么伊有一个算杨威先生，干杨威先生的孙吼，严先生上后写一条迄个汽车的这个。那个环保的那个囡仔，那么这个囡仔呢，或许属于上火，以上火血加这种的，那个起码那车嘛过来摆，一条囡仔挂。哦。所以每一届吼，你一个囡仔想我都想。嗯。啊，为什么要你讲呢？因为人一定爱知影讲，什么叫做感恩？因为咱人甲动物，咱人是。但是咱人甲迄个动物亲像，所以无共款是咱人知影丢无。动物伊敢若会晓食，啊会晓甲你活，甲你生活，但是伊毋知去安怎像咱人一种智慧，哦，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咱爱用咱的真心去看这个世间一切，咱才会看到啥世界内底的真相。所以你出来，这个对吧？会得来，咱爱上都是有得好心。那么这嘛是上天上好办法。嗯。阿婆那边讲，阿在进一个那个阿婆的青岛，青岛每天早出晚归，哦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哦，加有盖子这人，拢阿过去山东前头哈，有八几个乡下乡。哦，那对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不签的你们举手。不签的不用举手，太丢人去了啦。啊，有十几位前显啊，去加前斗。那么，主人去加这阵，西元2013年，啊，今年是。2020，2020哈，阿里威尼，七年，已经，或许还是感觉说好像是昨天前天的事，但是呢，已经经过了七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七年几天，2000天，时间呢，你过紧了，真紧。那你阵头毛还未白呢，今嘛吼眉毛有看到那个白白的，那个什么眉毛跑出来，或者恍然非常的惊讶说：“哎呀，我已经老了。”啊，那郭景光哦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咱父亲讲，在座咱长者迄个朋友讲，在座当领着老人票，结果算什么？或许跟傅先生还有一位是谁？有三位已经领到了这个半票的资格。但是呢，每次候选人先拿半票，都要拿身份证去领证，因为他们总是会有一种怀疑：你身份证拿出来，要检验一下，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所谓的福利条件？但是那个情况嘛，其实过去七年前。2013年，甲咱前年去到山东七区去参加七国的这个，七年的时间就好像昨天的事情，时间就过去。那么这个意义的当中，各位今天，咱前班在修炼很多位置，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，莫去有感情的种种的人事因缘考验，啊，就安尼。因为再困难一定会过去，再快乐也会过去，再伤心也会过去，这是人生必然来讲的对。所以对着这个真相呢，咱慢慢去理解了，咱才发到
去了解人生的生命的意义。所以呢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那么后面要讲这个重点，是要跟咱各位姐姐分享，在山东青岛，在崂山，现在成立了这个新的佛堂。那么这个佛堂成立了，要来开始培养人才，有那种刚上过多道理。那内底有足侪山东人，你看伊山东人，人狂汉大，讲话有够粗鲁，但是伊的心够好。伊一旦甲你认同，你是伊的人，伊就待你如己，看你敢若亲像家己的人，搁比家己的人搁较亲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或许自从去年回来，三天就过年了，无想到讲到那个到华人，听讲武汉的病毒怎么爆发，所以一直到即阵咱拢无法度过。或许妈妈，或许讲，或许是不是可以过去？或许你说要请示前人，各位先生，为什么要请示前人？因为前人就是咱的中心领导一个指标。是不是？是。前人说了算，前人说了是。尤其咱长期参加这个一贯道总会，咱的祖师巴雅的祖师的圣庙，咱31位前人，通通把他的庄严的法相全部都上座。昨天是揭幕，那揭幕当中呢，或许哈，拢巧一些。因为徛伫后壁吼，迄上迄边，我是最爱上。徛伫遐时吼，哎呀，第一个就看到我们的前人，穿着大袍站在那边。或许看到我们的前人，非常喜欢。那各位先生，你们喜不喜欢我们周先人？喜欢。周先人虽然讲年纪就跟咱第一名之位。咱真少听祖先人的这个主题分析，但是呢，咱也是个祖先人，我们内心就自然装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祖先人身上很大。我们不是常讲吗？道真、理真、什么真？天命真。但是祖先人在真，道在真，理在真，天命在真。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这种逻辑思维的话，它会不会真？一点真啊。都是因情而生嘛。那么重要甲无重要，是咱本身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对象的对境，产生出来一种力量。所以人常咧讲，以人为师，将心为父。所以咱祖先人一路走过来修行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遵循着我们的心意的系统。咱的成千人的东西，交代什么代志？只要成千人报，周千人打算问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那么，成千人不起立起上，何老千人？何老千人交办成千人的事，成千人也从来没有说过。啊，不管困难，也一定要使命必达。这才是一个修道的一种的这个气魄，甲你真正的这个心胸，甲你真正锻炼你心灵的地方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周前人一路走过来，按照我们的义和圣人的天命经线，我想啦吼，大家拢有受过道定的地心教诲，时间非常长的，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怎么样？心之路，大家都清楚。现金，那么周先生一路走过来的这个系统，现在呢，转到我们的谁的身上？我们的冯福先生身上。那后续去观察的冯先生，只要周先生讲什么，他也跟他讲说，是，不会讲说啊，这个破了，那个破，这个比赛不走，那个比赛不走，啊，你话那个得痛，不好不好。那你天命心线有书写不书写？所以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冯福
前人，哎，不知道，我们游戏规则讲啊，听口令，听口令，啊，给我们洪武先生来一个赞的鼓励，好不好？来，双手就给我，谢谢你，把手给我们洪武先生，爱的一下，棒。因为傅先生一路走过来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在这个义和圣堂承担这个重责大任，分担我们前人的一些所要的事务的办理。那么，我们的冯先生可以讲说表现得非常非常好。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新义义和圣堂的脉脉相传的优良传统。那么从这个天命新线联系到我们现在，从傅前人到各位点团师，我们这几位点团师虽然是说还是初级生嘛，但是呢，只要傅前人交办我们什么事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一样化侮辱，只会说一个字叫做死。然后呢，后面的怎么做，我们自己要自己的能力跟智慧去把它突破。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这几位同事也来一个赞？啊，坤道站这边，乾道站那边，来，双手就给我。谢谢你。爱的一下，赞。所以我们大家站来站去，修道的兄弟们，肩站肩，可能在一边嘛。今天咱要把这边变做大，给咱靠各位同事加福建的教导啦，无教啦。爱众景先祥，团结一致，团结就是力量。那个力量团结起来，这个能量把它汇集起来，我们真的是无所不包。这把是上天垂下给我们的一个慈悲的指标。啊，那边那种当然，咱有那个珍贵家，那个跟老师。咱的父亲，咱的前辈，包括咱已故的第二大老师，包括何老师等，有这一脉相传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。天命金线就是没有违背这个系统，无违背这个系统，无违背这个天命系统。简单讲就是讲，咱修行学道无违背着家己的啥良心。道理对呀，道在哪里？祖先和心在我们身上，啊，请问你身上到哪？你说说看，你也对的啊？你心嘛，但是心那个你对的，心不显到不变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啊，所以三宝心来讲，三宝者信心身，啊，其实三心本来就是那个心。一切满的话，都以为你的心所生，所以今天你快快乐不快乐？嗯，啊，要生气不爱生气，要好要歹，其实呢，拢在迄个自己的心里做。啥物人拢活到今天叫啥物人？嗯，所以呢，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办法。今天能找这个机会，大家就注意到。那么，对真相去看这个世界当中，当然这是。开场白就是开胃菜哈，啊，有一天或许接到一个微信哈，伫这个青岛崂山有一位这个刘律师，啊，刘律师是昆大，啊，我们曾老师、蔡老师都还有同学们都认识他，包括我跟身边认识他，刘律师啊，林先生、史律师，两个阿妈都还没做律师啦，但是因为伫代表做律师。就是说，你是既然台湾的书吼，好出名，前些钟怕你不带吊车，安人载来载去，一定有书信，人民飞去沈阳，人民飞去南方，人民飞去南方，人民飞去北方，超大吼，才出辛苦。你叫我台湾人的书吼，无像咱台湾的书吼，迄个劲，有汉雅多。那么史律师的夫人姓刘，刘律师。啊，虽然伊做律师呢，但是伊为了要照顾伊的妈妈，啊，佮因为来了是一胎化，所以照顾因囝，所以伊律师就无去上班，伊伫厝专心去照顾伊的媳妇啊，啊，囡仔。
那么也今年安尼今年嘞，拄啊好，咱甲道推广去青岛、崂山，拄啊这个机会，伊来开智慧。嗯。开智慧之后呢，或许第一眼看到他，你们如果看到刘律师哈，你第一眼就会想到谁？南海古佛。哦。观世音菩萨，他那个脸相非常的庄严。啊、所以呢，他求了道之后呢，很精进。那我们在青岛那边，因为慢慢的机缘成熟，就要办大，爱办多，爱多人。啊、因为照着这个姻缘，人要要多人。啊，多人是吼，简太太一个尔，啊，爱想要下下工作哩，是不是？爱服务哩，啊，无人在边啦，无人在就是就地取材。那刘律师呢？他非常的有智慧。嗯。哦，咱家己讲法律，咱要准备做法律，啊，准备来做小弟。嗯。如果开始吼，咱家己所讲的内政内底的这个规划，伊拢用啥？用文笔来写，伊拢写简体字，你要家己看。嗯。你做内政法律时吼，提一本簿啊，变得念。哦，啊，当然开始进前拢会经过亲像咱会在伊的这个。黑土里是做了出重量的，黑土爱结婚不难办，不难办的训练啦。好，那训练久呢，自然就熟。所以呢，伊做下咧，就做了愈来愈好。做法的话呢，没看过，因为当律师的唯一的一个最好的优点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强。嗯。律师来对法条。规范条例都背起来，啊，所以咱咧这些规则要做法律了，哇，觉得说，嗯，这个人才是太优秀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慢慢后壁面就是那有道理，慢慢请伊来参与，啊，然后即马有要求讲，哎，你可以把这个三宝心法啊，透过你平常当中呢自己心习，啊，然后来时阵呢再过取机会。啊，所以呢，去阳光台聊，只有是太太加好些，啊，有当时咱的演员师目前也可以去，但是去拢困难的啦。上天是大一个月，像华美演员师，但是要大一个月，但是一个月了要安怎？一个月了是不可能。啊，所以咱福建人交班的代志，讲除了去阳光台聊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。做亲子经典教育计划，每当把它推广，这个全面教育，那你目的就是要安那，要去度化人心，对不对？嗯。如果那修办的离开了这个中心，那就是外道。嗯。那你要去突破这个因缘当中，当然呢，你一定爱有人才，啊，人才爱培养，啊，你爱培养人才，你就一定爱选才，然后用足侪时间。慢慢一点一点就很高了，所以呢，也会信的。起码在青岛办到应该是基本上没有问题。哦，然后去到青州，青州是咱的州书东西比较高，迄、那个咱北归来做，十七来做，十七来做高。啊，青州一边嘛是甲青岛一块，嘛是无两边啦。咱就去找着，神经好，啊，发力袂歹，啊，还有一个叫做白居士，哦，白居士，啊，请伊去度啊，啊，然后来配合做上课，啊，无就是咱为前头带当地人才过去啊，啊，所以你讲话办到讲起来有足侪无方便，有足侪困难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过程，我来去体会讲多尊敬事的这个重要。今天咱若无离开台湾，去到中国大陆，咱去台湾受到是非常非常的严酷的干扰，真正非常严酷。咱要爱啥就啥，哦，爱练球练球，哦，啊爱有这个让你舒适的地方，舒适的地方。你感觉把你穿了板凳，你拣的板凳皮数几条，你敢知？迄有当时二十几个钱倒进去吼，内底皮数无超过三。嗯，各位想想看哦，那这间活动都非常大，不到三米，等于是讲台这个范围。嗯嗯，啊是。